这是宜兰市的国民运动中心，咱即马看到现场遮，就是即马新起好的停车场。这是几年后我第一届来遮上课运动，但是看到现场遮的时间的品质，我认为咱应该好好来检讨，是安怎会发生这款代志。这树仔下骹看起来，大家拢是沙土，嘛毋是正常的土。现场嘛，阁有足侪粪扫，拢无清理。全新的停车场，嘛唔知道到底是正式开放，还是验收啊卖。不过，这个飘线拢已经碎糊糊啊。像这个种树仔的所在。工程安尼，唔知到底是完成啊袂？每一条飘线都已经碎糊糊啊！做工程的土、沙土就安尼。在你边啊！这可能以后是有要做门口，但是即马未完成。